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，我就会跳下去这个大海，这个刁曼岛，啊。他们说，这个刁曼岛的这个免费的区域，石头后面有免费的很多海鱼看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去那些这样的小岛，这个这样的小石头后面。我的心早已属于最深爱的你，你从来没有想过对我的放弃。OK， 我们现在随便逛逛走走，因为这个岛也比较大。现在还是有点晒，所以我们先逛半小时才下去游泳。啊，这里面就是一个餐厅而已。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，所以不需要看的太多。但是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些树木。我们继续溜达溜达，然后我们发现这里珊瑚是非常多的，随便我们都能捡到一些这样的珊瑚。这边的规定就是不能带珊瑚离开这个岛，所以的话他们这边保养的非常好。然后我们在这边会把玩一点珊瑚，然后就会把它放回去，让它回归自然。好看，我要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随着我们到处溜达溜达，然后我们发现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沙子，这种沙子比较深色，然后我摸一下看一下，它是什么呢？比较细腻，但也不知道这叫是什么沙子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是一些珊瑚和一些那个海草之类的东西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沙子，非常非常特别。然后它随着海浪一上一下，形成非常漂亮的形状。大家再看一下，看一上一下，然后有非常均衡的形状。啊，我们研究多一点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看，我挖到底，它也是这些颜色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它是上面一层的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上面一层是这种颜色。然后和那个原始的沙混合在一起，非常非常漂亮。不知道是这种是不是那种夜光的沙，或者今晚再来研究一下。我没有多大的本事要彰显。啊，刚刚说回我们明天的行程，我们订了一个非常实惠的套餐，就是这个50块一个人的套餐，然后有两个景点，每一个都是浮潜。可以有45分钟，才50马币，非常的便宜。这个明天早上9点出发的，非常期待。欢迎你，哥哥。有你陪我，一切值得，再没有别的烦恼让我去想。有你陪我。OK，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本来说4点开始，然后我们走着走着，太阳非常晒了，所以我们无法开始。现在几乎快6点了，太阳依然那么大，但我们无法等了。我现在就马上冲下去，加速度，开心时光。果然有鱼看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里都有鱼看，有鱼，你等一下会非常惊讶。没想到这里都会有一些非常多的珊瑚和鱼看。谁落水？拿起来的，可以拿起来的，我拿过啊，不会咬人的，我拿下来，等一下给你拍。不过它会缩起来。刁曼岛第二天之旅，我们开始浮潜。
好吧？现在这些设备是酒店提供的，然后我也带了自己一个非常专业的设备，还有一些喂鱼的，这样的话可以吸引很多鱼过来。看到一个老人家，他也参加浮潜，非常佩服他的毅力。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能认老，想去就去，爱做就做。现在我们来点比较官方严肃的说法吧。啊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中南海 South China Sea， 这是一个中南海的一个区域，非常大。我们在中南海一个旁边有一个小岛，所以呢这个小岛